株是我的日记村，我从种子开始种，反正很小，叶子超小的，但是它都长不大，所以我就给它施肥，我都定期施肥。这个好像才种，这个年纪还蛮小，好像才种一两个月而已，还是几个月而已，还不到一年，然后就这样子就开花了，而且它长很快，因为我都给它施肥，然后土壤又把它弄得还蛮好的，然后啊，它上面用这种。上面这种颗粒的这种，然后下面我是用那种普通的那种泥炭土，这样子下面可以保湿，上面又透水，这样子是很好的组合，这样子。然后啊，我又给它施肥，所以它就开了一个花，然后它还会再继续开，这边有更多花苞，这边有一二三四，这边一直开很多很多花苞。期待它赶快再开启更多朵花。